身体直立开始，先左脚向外摆70至80度，与身体左转同时完成，随之重心左移，屈膝下蹲，提右脚向右前方开一大步，同时两手捋至左侧，掌心向左后方，重心移至右腿成弓步，同时右手外旋，左手内旋，由左后向右前运至右腹前，掌心朝右下，随之右手内旋，左手外旋，由右下向右上，滑弧旁于右肩上方，重心移至左腿成左弓步，同时双手由右肩前上方滑弧旁至左肩前，随之右手外旋，左手内旋，向下滑弧成预备姿势动作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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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二、三、四。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由预备式开始，身体微左转，使两足并齐，松宽屈膝，略下蹲，左手手心略朝下，指尖朝前，右手手心斜向内，指尖斜向下，左手顺缠，右手逆缠，自下而上，由左向右捧起，左手手心斜朝上，指尖斜向前，右手手心斜朝后，指尖斜向上，同时左足向左前方以足跟擦地上步，重心前移于左腿，胸先略向右后转，左手由顺缠变逆缠，右手由逆缠变顺缠，腰随之再向左转，双掌继续向左划弧，等重心移于左腿时，右足跟上一步落于左足旁，进步缠姿采用双手练习法，要注意上虚下实的身法要求，虚无全虚，实无全实，上手捧进不丢，虚实有度，下腿迈步如猫行，两股如古树盘根，腰当催动，上下相随，一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
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收拾。重心在左腿上右步，同时两手自下而上，左逆右顺，向前上滑弧后捋，重心右移跟左步，同时两手左顺右逆向前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收拾。
两腿并立，目视前方，右手合于右腰间，左手手心朝前推出，沉肘松肩，重心移至右腿，提左腿，脚尖着地，向内滑弧后退，同时左手逆缠向下滑弧，随左腿后捋，右手由后上翻前推，重心移至左腿，提右腿，脚尖点地，向内侧滑弧后退，同时右手逆缠向下滑弧，随右腿后捋，左手由后上翻前推，到步时注意精神贯注，虚灵顶劲，气沉丹田，以腰腿脚催动身形，退中有进，防中有打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，收势。Thank you.
重心移至左腿，呈左弓步，同时右手内旋，由右上方经下向左上穿掌，划弧于胸前，手指尖朝左上方，重心移至右腿，呈右弓步，同时右手外旋，由胸前向右上划弧至右膝上方，与肩同高，呈预备动作姿势，右手穿掌缠丝，同样注意所有动作动态都要在松的质量上做文章，松透各脏器、各关节、肌肉，处处松开，节节贯穿。全论说，筋骨要松，皮毛要弓。尤其是做此动作时，要特别注意上虚下实，腰以上四成向上，腰以下六成向下，要有对拉拔长之感。因此此动作穿掌是向上的劲，所以此时必须要有一个向下的劲，这叫做有上必有下。此时下盘稳固松垮，原当坐稳盘架，注意五指抓地，脚掌两边不能上翘，上翘叫喝风脚。功夫如何要看脚力是否扎实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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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重心移至右腿长右弓部，同时左手内旋，由左上方经下向右上穿掌，滑弧于胸前，重心移至左腿长左弓部，同时左手外旋，由胸前向左上滑弧至左膝上方，与肩同高，呈预备动作姿势。穿掌缠丝和单云手是一个道理，以穿掌为主，以腰为主宰，催动各个部位，节节贯穿的运动，身略左转，左手手指指尖领进回腕，身向右转，左脚蹬地，使劲传至腰、腿、肘、手，重心右移，左手外翻螺旋上升，然后右脚蹬地，劲起脚跟，发于腿，主宰于腰，行于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收势。